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2023年的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出炉，一众当代球星包括美斯、麦巴比、尼云道夫斯基、哈利卡里、奇云迪布里、沙拿、莫特力，以及一班新晋球星，好似夏兰德、梅斯亚纳、比灵咸、布卡约沙卡，以及云尼斯奥斯都出现在名单当中。不过唯独欠缺了一个已经连续18年出现在名单里面的名字，就是葡萄牙球王斯朗拿度。这位年届38岁，已经转投沙地球会艾纳斯的一代球王，自2004年起入选金球奖的候选名单，在之后的18年都未曾试过跌出排名20位，更加是2008年、2013、14、16以及17五届的金球奖得主。就算斯朗在2021-22球季未能协助曼联夺得任何的锦标，他在去年依然入选金球奖的候选名单，最终排名20位的。2023年的金球奖颁奖礼将会在10月30号举行的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喜欢这条片的话，就记得给 like 和要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